将军幼儿园的小朋友手提车对我来的牌子，来到工山社区关怀古典，社区长辈是掌声欢迎。为着要促进高龄长者社会参与甲社区内世代融合交流的机会，市府社会局教管中心27号伫工山关怀古典举办“欢迎老师来授课”的计划，祖孙三善益乐活的活动。辅导员陈月晶表示，活动办理有第四年，今年将办理到50张次，除了提供长辈展现活力、延缓老化，也让小朋友透过着活动学习敬老尊贤。这个欢迎老师就是欢迎的意思啊，也是说代表欢迎我们社区的这些小朋友啊，一起来跟我们关怀据点的这些长辈哈，一起来互动。那这个世代融合的这个活动的意思，最主要是说希望透过老少共学的这个活动，来让我们的小朋友学到敬老尊贤，在这个活动互学的当中，也让一些经验的传承。让我们的长辈可以把他们平常的一些经验啊来跟我们的小朋友来分享，那小朋友在跟我们的长辈在学习的当中，也可以去学到敬老尊贤的意义。活动设计让祖孙之间互相来学习，有彩绘开信甲剪贴的开信，看到小朋友认真彩绘的模样，阿公阿妈提起彩笔对列画，这款温馨的画面，副区长是看了真感动。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来推这个祖孙三善这个活动呢，鼓励三代同堂来共同学习，让年轻的一代能够了解他的父母在家生活的状况，然后进而能够呢在外面打拼事业。另外，区长也趁着机会宣导着红地灯格勒，落实寻道清刷，以防病媒蚊，以及高龄者用路安全的宣导，希望长者外出的时阵会当平平安安。咱的新闻台政府将军昌报道。